啊，这一盒，对，一盒，对，1390块。真的啊，人民币啊。Hello， 大家好，所以欢迎收看这个牺牲自己皮包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的系列。为什么买一盒纸巾需要花费马币1390块？其实物品本身的价钱是马币684块，但是因为这盒纸巾是从日本寄来的，所以过程中呢就不知不觉的中了这些 tax。它的 details 啊就是大概这样子写不了，所以 tax 了过后呢，这盒纸巾的价钱呢就贵多一倍啊。哇哦！所以拿出来过后呢，它里面是这样子的包装，原来前面有一个蝴蝶结的。我们小心翼翼的打开，我们一开始见到的呢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开口的一个四方形的箱子，它有一些很简单的花纹在周围，它四周也是有一种曲线型的一种设计啦。打开了，我们第一样会看到的东西就是日本字，它会有一张纸写着日本字，应该是谢谢购买还是什么吧。哦，有两张，这两张过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洞口啊，它洞口是不用特地很像平时我们撕开的那种，它就是摆着在这边。它有一种香味啊，它的盒子，它可以这样子打开的嘛，其实。哦，原来它的操作是这样子的，它是应该要放在这个盒子里面，然后让你们一张一张这样拔出来啦，过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纸巾就藏在里面，所以我拿它一部分出来是大概这样子的。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张是粉红色，第二张是红色，第三张是橙色，第四张是黄色，第五张浅绿，过后是绿，过后是青、浅蓝、蓝、紫，这个是浅蓝啊，是有12种颜色。我的嗅觉跟我讲说它味道是一样的，都是一种香水味。从它刚才给的说明书那边，这里应该是写着它有144张纸巾，所以如果拿我们的千四马币除144的话，就代表一张纸巾要差不多90级63马币。所以我这样一丢掉啊，我的90级63就不见去了。这个纸巾的大小跟平价的比起来呢，就大了一点点。这里我就拿来了一个平价的纸巾，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常常会用到的一款。是一种低修的味道，我这样子观测眼睛摸过后啦，平价的好像比较柔顺一点呢，也不会影响到这个拿来擦嘴用啦，这个也不会讲粗到不能擦嘴用的那种感觉啦。然后厚度的话呢，贵的纸张叠10张起来，它的厚度是这样子，然后平价的纸巾呢叠起来10张的厚度是这样子，然后吸水能力呢，你们可以看到啦，这样子放下来，意外的平价的纸巾吸水能力还好一点点，张力的话呢，贵的纸巾果然比较耐扯。这个纸巾啊，之所以可以卖到这样贵啦，因为我听他们讲说它制作过程很麻烦，就是他们每一次染色都要洗一次，就是要清洗完所有的那些器材跟工具，因为不清洗的话之前那个颜色会不小心掺到，加上他们的纸巾都是用人工放进去这个盒子里面的，所以自然的每个月的产量都很有限。除了制作过程啊，其实这样子的产品啊可以卖得贵，其实是因为它有故事，就很像香水这样，有好的故事就可以卖到比别人贵。这个纸巾的故事我大概讲，制作这盒纸巾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平安时代的和服12层长袍 Junihito， 官方名也叫做五一堂衣裳，是日本公家女性传统服饰中最正式的一种，一般由5到12层衣服组合而成，就是他们会叠很多层的衣服在他们衣服身上，所以你看到这里可以到12种颜色，就很明显那个灵感是这样子出来的。然后按照不同的季节穿着人的身份和场合，就会有特定颜色和花纹的复杂搭配，所以平安时代14世纪后就开始成为贵族女性的朝服。然后现代的话呢，通常都会出现在那些祭礼位啊、结婚式啊、御大礼啊，然后还有像祭祀类似这样子的大礼场合。然后这盒纸巾也在2018年6月18日得到了 World Guinness Record 最贵的纸巾的这个奖，所以现在我就拿着这盒纸巾去问我身边的朋友，看他们对这盒纸巾有什么看法，让他们猜看他们觉得这盒纸巾是多少钱，然后也会问他们什么状况下才会愿意花这种钱去买这盒纸巾。我们第一个就来问我们的秋文宝宝，第一个是我，来你猜看这个是什么，你这样子看你猜看是什么先，一个礼物吧，一个精美的礼物。 OK， 你开，是恐怖的吗？不是不是不是恐怖啊，食物啊，哦，地球啊，哇，你这样快就注意到它是有味道的，不香啊，不是你喜欢的香味啦，它是有一种香味，但是不是你喜欢的。是整个卡洛夫的碗的。嗯。哇，很精美耶。你猜看是哪一个国家？里面是全部卡洛夫的。Yes。
什么国家会做这样的东西啊？嗯，德国。错。法国。日本。哦，日本，对对对，日本。所以，宝宝，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多少钱？500块。1390块。整个盒子，加一个，包括 Dex 144片，一片多少钱？10块，差不多9块，9块到10块。你要给 3B 彩，要给 3B 彩。这个送。这个好贵。不要，你拿住，你不要好像随意的，因为我要拿来擦屁股。我好好的收藏这个两个，做一个纪念， okay. 放在你头。不可以。什么状况下你才会买这种 T-shirt？ 不可能，这辈子都不买。拍 content 可以吗？不可以。也太贵了是吗？不知道。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写广告赞助这个 T-shirt。来，来，给你们猜这个什么？Before 你打开或者 anything。猜啊！啊，看到了，我 T-shirt 好啊。OK， 那就打开吧。好，T-shirt来了。这样你觉得这盒 T 恤花我多少钱？哇，花你多少钱？啊，60千。你什么都60千？可以拿出来吗？可以拿。我觉得很贵哦咯。对，一定是会比较贵一点。50块、啊？错。错。120。错。300。错。上下。上。哇，300还要上啊？还要上。我的 fuck， 他是用什么做的？你先猜他从哪里来先。法国。错。美国。错，哇，你们两个异口同声，你默契很好。错，意大利。日本。日本、okay. 啊，可以懂什么功效的吗？你识不破，识破了。1400。啊，这一盒。对。一盒。对，因为包括邮费，包括 tax。耶。OK， 这样原价是多少？原价1000。原价600。哇啊，600多，六百多，要有颜色，从日本干净。哇，我们拿了9块，我乘上27块哦。你们要好好的抹干净你们的脸。抹了一次，我会放进 bag 里面。人家说日本的味道。下一次再用它干了，我再用。它日本的味道。有点上进，上进油是钱，谁不怕啊？对，给你们，你们会买吗？不会。或者什么状况下你们才会买？拍款单。啊！不然不就是你这样了？所以你们到时候要去看他们拍的这个，帮你设对，你们就点过去他们的 channel 那边看。来 ，YBB， 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礼物给秋恩的。错。蛋糕。错。给我的礼物。错。葱。错。猫。提议能下我找你拍，一起猜啦，反正你们都在啊。难道是蛇？不是。有点怕嘞，猜呀，真的。那。比我还怕，你一只手开。问了 iPhone 12 T-shirt 怎么样 ？OK。哦，是一个。猜看。对。猜看这个 T-shirt 多少钱？我花多少钱才买到这个 T-shirt？ 这应该是很贵啊，这个。300块。1390块。OK， 你们会买这种 T-shirt 吗？我不会啦。什么状况下会买？什么状况都不会买，我操，我的身体也不会买。你们猜这个是什么？蛋糕。不是。猜看这一盒 T-shirt 多少钱？我们等一下，彩虹的嘞，香香的嘞，还有香味。就猜看我花多少钱在这盒 T-shirt 上面。18.9。18.9。1390块。真的？麻痹，卢比亚，猜看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这里很多钱了嘞。一张，一张差不多9块哦，但是不用紧啊，不用紧，你们。这是我要卖东西，我不是要比这样小块哦，9块一片。哪里来呀？啊，日本吧，只有日本会发这种东西，是不是？只对，只日本。呜呼，厉害！给你猜看是什么？衣服？不是。你不懂这是什么吗？T 恤。对，猜看这个T 恤花我多少钱？这T 恤花，我觉得10块钱。再猜。200。1390。我的妈！我这样子我拿一张吗？10块哦。10块哦。哎，你还好哦，你拍一张，我跟 Anna。OK， 什么状况下你们会买？像你这样拍 content 哦。
不然为什么我要买一个1000多块盒？除非这个可以让人忘记悲伤，我就会买。哇，你这样感性了哇，果然是歌手就是不一样。Guess what is this? You don't open it. Don't open. Oh, she saw it already. Yes, it's tissue. Guess how much is the tissue? Is it more than 100? Yes, more than 100. Guess is how much? 哇，他是猜到最靠近的 1,390. 1,390. 1.3K.下一位要来问的是 Steffi 美女，来猜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个盒子，难道是送我的礼物？不可能吗？我才没有这样好事。有那么浪漫？然后你猜看这个底数多少钱？你细品。最多给他70块。1400块。啊？什么事？这个的确花我1390块，包括邮费。为什么？他是从日本来的。这里我不是抽了你一个10块钱哦。不是，我抽了你20块。你会买这种东西吗？就根本不会买啊！为什么？像什么状况下你才会买这个东西？像你这样会拍片子。所以我们的 Steffi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嘉宾了，然后抽完。所以如果你喜欢我在开箱什么比较贵的东西，也多多留言跟我讲，也记得去多多订阅 Steffi， 他有他一个频道在那边，也记得订阅我打开声音当点赞分享。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下一个影片见，拜拜。